강아지가 들어왔다. 아, 죄송한데요. 네. 首先，我们排除法，这个人我排除，这个我排除。为什么排除他？为什么排除他？能不能讲一下理由？那你能帮我变音吗？我也讲了很好看。这是我的，快出去！准备好了吗？一个人在说耳机件事是要和这个长得像旋转土豆的钢管跳 CV。 都妙用，这支笔给金山续写，给金山鱼写，哦，写一个就可以。这个总行和这个朴成勋那个婚礼花字，对，就是来到你们的婚礼，我们很开心。可是为什么你们请了这么多人？不是说好伴娘只有我们两个？啊，朴宗勋、朴成勋，你们人缘真好，婚礼请了这么多人。小耗子。它是放在这一群猫里面的，你知道吗？老公出来打兼职了，辛苦啊！哎，这个行李牌挺可爱的。哦，乖乖，这什么？啊、就你了。诗诗要不要短暂的加入一下我们 TXT？ 什么意思？妄想将我们五代五代？不，未必。如果我们这次回归还是说到这种风格，你们可以。你们，我猜，少爷，你先吃。相信今天在这个潮流购物的这个 concept 里，有人看中了一个枕头，准备把它买回家。男宝妈，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三娃妈的一天，凌晨五点起床。为我的女儿旭旭熬冬阴功汤，
想的嘞。换了新衣服，累的累的。感谢你的。凌晨六点，给孩子熬了，这什么？我擦，帅！你们不会就这一个顶吧？我换了个墙。谁把他头发给我剪？那冠希，我帅的我。啊！我操！好帅啊 ！Kill this love, kill this love, kill this love。红的歌，我看成了好会写的歌。从那排骨酥，从那种烤肉，从那种烤肉。每个人说一句最怕自己追团发生的事情，说句暗示害怕。我是害怕他们，就是我觉得我会喜欢他们，喜欢特别特别久。但是就是万一他们哪天就是好男孩变坏了，就不是他们说的歌好男孩变坏，他们人好像变坏，我非常的害怕。我最害怕谁是男童歌好男孩变坏。我们德米最怕的是坏男孩变坏。Bad boy 刚 good， 我们这下定性 Bad boy 刚 yellow 了，不要再说。我们就是 yellow boy 系列了。你谁？你谁？谁？你谁？Happen 是什么 ？Happen nobody cares。Seven boys go for it。有丝分裂。梁正元双生的举手，我操，老师侮辱我。哎，能不能梁正元双生，然后跟金善宇两个梁正元和一个金善，我操，两个梁正元，老师，我看两个朴成旭和一个小电视，我操，我演老师，我还能不能两个梁正元，一个给金善宇，一个给哈洛。要的实在是太多了，能不能三个哈罗再分一个给尹俊汉？可以、啊，那能不能三个朴成旭再给一个给王一翔？因为我在下面所有人跟他一起分一个梁志远给尹俊汉，求你了。啊，这么可以，这么一直梁志远希望他就是我们一直在要求梁志远。梁志远累了，梁志远裂了，梁志远说我裂了，我想看门童里面谁分裂。我想看，对，他已经分裂，已经。还在那有油，但是在那有一部分在分裂，但是早就分裂，还是分裂了无数个碎片藏在 K-pop 里面。明仔学上还有两个碎片在踢叉踢，居然就两个人是明仔学的魂器。引起九碎片可以召唤一个。我跟你说，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行选择把自己的魂器保存在哪。然后李涵身上有一部分魂器在他的鱼缸里，他不是那个鱼对话，他跟他一部分自己对话。然后那个 K-pop 霸凌是什么？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我的一部分魂器吗？我刚想说王哥，说想说尼哥，尼古拉斯，尼哥。我还想给自己的粉丝取名叫王家，我当时在现场，我说啊。老师粉丝群叫古家，沈大伦叫伦家，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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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我是哈洛、啊。你是谁？我是金善宇，我是梁振远。我进行抉择。怎么是你挑啊？你喜欢我的脚吗？肯定不开心。我插一脚，我插足。你的脚趾可以分开吗？你要干嘛？我好像可以，等一下，可以。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啊，让我看一下影子，不然不算数了。分了，看到没？看到了，眼镜是。在一个热的要死的一天，我们过来看这个跟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的 NHAPPEN， 没死了，喜欢。맞아공배
哦，是看命里头啊。我请这几种。제가하이브카올때마다락키좀받았어진짜요어처음에투바투도락키들어받았고세븐틴도락키들어받았어아너무귀여워이거지금자기가이거중국방송이랑아진짜이거아예이거 NIP 멤버별로쫙해가지고중국만들게돼아나도이거사고싶어아이런거뭐토끼그런거있나아아귀여워我操我操我操这里老 K 들어哎，今天已经开始了。C U 弹的波多卡顿，买吗？我看看那个卡顿篮球。哈哈。怎么样，德比？看完觉得还是 The Boys 好？还是 The Boys 好？继续做德比吧。我要买一个这个回去，然后带回国给大家转发抽奖，就可以放你 CP 的照片。
这个香肠才咸，还是这个香肠才咸，还是这个香肠才咸，还是这个香肠才咸。其实还是这个最香。香菜咸是黄皮，所以应该是这样给你拍出来。夜景，这里的工作真的新娘哦，肯定是独立山了。伦敦人找到伦敦之夫，党内伦敦之夫的重要时刻。好好好好好，就他就他就他了。哎呦，哦呦，还挺帅的呢，嗯、挺好看的。但是这样我还没有。骚死了，这个就不行。你不是你这样，德比好意思说这话？谁都跟你说这话，德比不可以。经历再多的德比，看到这个也很难忍住吧？我给你看这个版本的，你有看过这个版本的《全员经》吗？没有。托比，这样，等一下，你没有看到？我死，怎么 ？The boys 没这样干过 ？The boys 穿比这个少多了，别在这边装清纯。德比在装什么清纯？不是谁看了这个感到震撼的，不应该是德比感到震撼的。德比也有感到震撼的权利，已经。啊，那我就是这是你注定的。我这辈子已经定性了。